其实是在地面过程当中啊，用的好像是火影的手势。对，泽旺圈住了野德里的右臂之后，连续那段锤击，你看就已经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了。对啊，那个十字架控制里面的连续打锤击打头，是造成伤害度是非常可观的。我看我们能不能看到那腿啊，最后那一腿，我就哎击倒了。我就说了，两个人都想憋大动作，特别是泽旺就要憋飞膝或者是高扫这样的大动作。这一拳也很重。哎，玩上了，我也会整活。对，就是这个位置被连续打了很多下，是，然后又要去拿裸脚，要裸脚，要负责张伟。现场和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了，一目了然的结果。来，有请两位运动员 stand by 啊，是的， stand by please，stand by please。起不来了，你看很有自信，不补刀，是的。哦，瓦丁和童总 ，OK， are you ready？Stand where is the judge, please. 跟裁判站在一起，谢谢。OK， 好。这场比赛获胜方式，第一回合2分51秒 KO 获胜，蓝方恭喜 ，Congratulations to Blue Corner, the 2051 KO to win the Wong。泽旺等这一刻等了好久啊，恭喜。这是他们俩的第二次的角逐，我们也期待在下一次的角逐当中再次看到两位的精彩对决。Congratulations to Mr. Tsewang， 同时要感谢野德里带来这么精彩的比赛。谢谢两位、啊、Thank you， 谢谢。我就说过，打我们 WKG 的选手之间的恩恩怨怨、胜胜负负，可以展开。